放完一个月的长假 ，SHE 回来喽。开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宣布 SHE 干妈店正式开卖。除有笔记本、水壶 ，SHE 还将推出12寸的大玩偶，以及可以让 SHE 叫你起床的闹铃。你好，我是 SHE。今天想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？想一想，也许有好玩的惊喜等着你发掘哦。被公认为最难叫醒的 Hebe 讲到最想听到哪个偶像的声音叫自己起床时，更大胆的发言说自己想要人肉闹铃。我要人肉闹铃啊！那王力宏啊，王力宏一直说我是人肉。起床了，元彬啊，巧没了，巧不巧就来了，就是的。